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啊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68页啊，368页第六行啊，第六行看起。又本经能会真舍之力者，原有经中开化皆是真舍之际，极乐妙土正是弥陀住真实会之所流现。幕后这一段，念老为我们说明会以真实之理，为什么说这一部经是最殊胜的？原因呢，就是经中佛给我们开示的，佛教导我们的，全是真实之际。真实之际就是真如自性，或者说真如本性，也就是我们本有的真心，它是从真心里面流出来的啊，不是从妄心流出来的。我们六道凡夫，一切时一切处所用的这个心呢，是妄心，不是真心啊。如果用真心呢，就成佛了；用妄心呢，这算凡夫。什么是真心？什么是妄心？妄心是生灭心，就是念头啊。你看前念灭了，后念就生起来啊，念念相似相续啊，它不是真的相续啊，每一个念都不一样。一个念头是一个境界啊，像我们看幻灯片一样啊，用从前的电影
来做比喻，不难理解。啊，这是过去，现在没有了。过去的电影呢，是用动画组成的。啊，这个是底片，它是动画。啊，在放映机里面，镜头打开，一张照到荧幕上，这一张照到荧幕上是圆满的，是全体的，不是部分的，没有先后。啊，一照通通照在里面。那么镜头关起来，换第二张，再打开，第二张呢照进去了，是一张一张的，速度一秒钟24张，也就是24分之1秒。这就是从前这个电影的原理。啊，电影怎么造成的？这个方法造成的。啊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都看电视了，比电影呢更要逼真。为什么？电影1秒钟24张，电视。从前，相信诸位还记得看黑白电视，还没有彩色的，啊，黑白电视。那个时候的电视，1秒钟等于我们这个幻灯片的50张。啊，你看这个在电影里放24张，啊，电视里面的这个动画了是1秒钟50张，所以看的比电影逼真。那现在的电视。啊，现在是彩色的，啊，电视是数码的，啊，现在用数码，1秒钟100张，啊，越来越像越逼真，啊，这个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，那么现实的环境，整个宇宙。是从哪来的？没人知道。佛在《大乘经》上跟我们讲过很多遍呢，我们疏忽了，没有把它放在心上。啊，这很重要啊！这宇宙怎么回事情呢？真相是什么？就像电视屏幕一样，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这个动画画面，1秒钟是100张，前面一张消灭了，后面一张出来了，灭掉的永远不会回头了，你就知道是假的。1秒钟100张啊！我们现前实际上的环境，包括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念头、我们周边所有一切法，1秒钟多少？啊，这就讲心，我们念头。起心动念，弥勒菩萨告诉我，这一弹指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念，32亿8000念是我们现在所讲的320兆，啊。万万叫亿，万亿叫兆，啊，1万个亿叫一只叫兆，一个兆，多少个兆？320兆，这些弹指，
一秒钟能弹几次？有人告诉我，可以弹七次。我相信，年轻，体力很好，弹得很快，一秒钟弹七次，那320兆晨曦，3×21，2100兆。一秒钟啊，一秒钟，2100兆次的生命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这个事实真相就在眼前。它从来没有断过。啊，睡觉的时候也没有中断过。睡觉你还会做梦。啊，睡觉的时候这个环境还在，没有消失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微细的这个波动没有终止，还是一个一个接一个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都是在这么高频率震动之下产生的幻想。啊，《金刚经》末后一首偈说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”告诉我们，不是真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相虽然是假的，那聪明人呢，借假修真。这假就管用，我用这个假法，我去在里面去寻求真实。真实是不生不灭。我们用电视来做比喻。啊，现在人天天在看电视，电视的屏幕就好比是自信，真实之极。为什么他没有生命？我们频道按下去了，色相现前，啊，有音声，有色相。这个音声色相从屏幕上现出来了，屏幕不生不灭，这个现象是一秒钟100次的生命，啊，一秒钟100次，过去的不会再来了。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要了解事实真相，啊，然后我们就相信佛的话了。佛说我们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想生。谁的心想生？自己的心想生。啊，我们跟大众在一起，心想有两类，一类是别业，不共法。我心里想什么，只有自己知道，外面人不知道。啊，另外一种是共业，我看到的你也看到了，我听到的你也听到了，我们共同的，有共同的，有不共同的。啊，这两种业同时起作用，这是宇宙的真相啊！这些相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全宇宙都是假象。那么这部经呢？这部经是真的，里面所说的字字句句都是如来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，自信不生不灭。
啊，自性也叫做本性，也叫做真如，也叫做真心，啊，永远不变，这才是自己真正的我，真正的本人。这个真我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精神现象，物质现象是色身未触法，这是物质。精神现象是念头，啊，它也不是念头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。它在哪里？它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它是真的，它没有生命。遇到缘，它现象。没有缘，这个相就不现了。佛法讲有隐有现，没有缘它就隐了。隐不是没有，现不是真有。这都是事实真相啊，诸法实相啊，一定要知道。啊，真正知道了，慢慢去体会，体会到了之后啊，你就有大受用。啊，这个受用就是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的受用。啊，他有，我们也得到了。啊，怎么呢？所有一切现象，无论是真是假，统统放下。为什么不可得？啊，真的得不到，因为它不是物质，又不是精神，又不是自然现象，你怎么会可能得到它？你跟它不分不离，永远集合在一起，就像屏幕跟屏幕所现的形象一样。啊，像是假象，体是真的，是真实之体。啊，像是虚幻的，真假是一不是二。啊，真中有假，假中有真。屏幕上有形象，形象没有离开屏幕。用这个做比喻，非常亲切。啊，看电视能看到这个真相的时候，就是开悟了。啊，问题你会不会看？会看也会开悟啊，也会成佛 啊，所以大乘经上说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啊，电视是不是佛法？是，只要你会，关键是会跟不会，不会你是凡夫，你被境界所转，会的呢，你转境界。不被境界所转，那就是如来了。啊，若能转境，则通如来。所以经上所说字字句句，是真实之际，永恒不变。三千年前佛说这个经，那个是人的受用。现在我们看这部经，还得受用。三千年之后，有人读到这个经，依然有受用。它真的，这叫真实之气。啊，极乐妙土，
我们在前面讲，日本祖师大德学《无量寿经》的人很多，比中国多，著述非常丰富。啊，昨天我们学的六要里头，六章四经，啊，教就是无量寿经。啊，这个教里头有行，身念必生，这是行呐、有信，诸佛称赞；有证，必成正觉。啊，有真佛，无量寿，光明无量啊，真佛啊！啊，光明无量是真土。真佛是寿命无量，光明无量，啊，光明无量是常寂光净土，寿命无量是无量寿佛，所以这六个都是真实。这六种真实只有《无量寿经》具足，《华严法华》上有。但是没有看到修行的人啊，修行正果的人没看到。净宗法门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修行正果，很多古往今来许多地方念佛人往生瑞相西游，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过去在美国看到，在加拿大看到，欲知是知啊，不需要人作念，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而且欲知是知。啊，我在旧金山，那边有常年护法的甘老太太，啊，她告诉我，她有一个老同修同参。也是个老太太，啊，儿女在美国读书，以后在美国成家了，生了小孩了，把老太太从台湾接到美国去，啊，照顾小孩，照顾孙子，啊，照顾家事。跟儿子媳妇住在一起，啊，他天天念佛。小孩长大了，上学了，老太太好啊，每一天一个人在家里头，念佛功夫非常精进。啊，早晨都是老太太起来烧早饭，因为儿子媳妇上班，孙子上学。啊，这一天早晨没人烧饭，大家都起来了，老太太房门关着的，怎么回事情啊？老太太今天反常啊，
把门推开来看一看，老太太坐在床上，穿着海青，盘腿坐在床上，仔细一看呢，她走了，啊，坐着走的，念佛走的，旁边写的有遗嘱，啊，交代后事，还有儿子、媳妇、孙子的孝服，他都把它做好了。这些事情至少是3个月，3个月之前他就晓得他哪一天要走，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啊，看到遗嘱这才晓得。念佛的功夫，像海鲜老和尚，像海鲜老和尚的母亲差不多，做得到啊！啊，海鲜在南洋来福寺，啊，甘夫人这个老同参在美国旧金山，所以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啊！所以这个经上给我们讲这些道理，讲这些事实真相，有理有事，有修行的方法啊！你真干真成功啊！啊，重要的是要万缘放得下啊，就是佛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。大家聚一时聚会都是缘分，缘分要珍惜，要自己努力认真去干啊，只有这个带得走的，其他没有一样能带走，连这个身体都带不走啊。念佛的人身体一定健康，不会生病的，为什么？境随心转，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无比殊胜，一切真实当中啊，这个佛号最真实。念这句佛号就是念自己的真实之气，就是念自己的真心，自己的真心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自己的真心啊，无比的亲切啊。这一个念头保证你这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你所做的这个佛跟阿弥陀佛一样珍惜我。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正是弥陀住真实慧啊，这是自信本具真实智慧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运行功德所成就的。我们念阿弥陀佛，一心称念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深深的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，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德就参与他的一份啊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啊。我们肯念，也就是我们给极乐世界添砖添瓦了，我们有一份功德在里头啊。
还有比这更殊胜的了？没有了。第一，真实功德。下面，念老举往生论给我们做证明。如往生论曰，三种，这个三种就是《瓜果》里头说的，佛土、佛、菩萨成就愿心庄严。六舍呢，入一法具故。啊，这一法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啊，心是真实智慧，身是无为法身。啊，往生论上跟我们讲极乐世界这桩事情。啊，它里面有三大段。第一大段讲依报庄严，极乐世界的环境，说了十七种。啊，然后介绍阿弥陀佛给我们，介绍阿弥陀佛讲了八种。啊，最后啊，告诉我们设法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，无数的菩萨声闻缘觉六道众生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全是菩萨啊！到极乐世界都做菩萨，菩萨四种庄严啊，佛八种庄严，环境十七种庄严，成就愿心庄严啊！六舍呢，如一法具。这一法句叫清净句啊，清净句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啊，真实智慧是心，无为法身是身啊，往生极乐世界的真心。真实之际者呢，无为法身也。无为而无所不为啊，无为没有一切现象啊，大乘经上常常用四个字形容它，清净极灭啊，它是清净的，一尘不染。它是极灭，灭一切生死、妄想、烦恼。啊，这个里头这些东西完全没有。啊，它不是生灭法。不生不灭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那一天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到真相。真相是什么样子？他向五祖仁和尚做了报告，报告很简单，只说了五句话。啊，第一句话是清净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没有想到自信
本自清净，永远清净，从来没有染污的真心。啊，第二句话告诉我们，真心不生不灭，它没有生灭。啊，第三句话告诉我们，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大乘经里常说的，啊，华严经上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本自具足就是具足这些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相好。这无量有没有数字？没有数字，真的是无量。真的是无量无边，无有穷尽。啊，在哪里？在整个宇宙。因为整个宇宙的现象是你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有缘它自然现出来的。没有缘，没有缘起它就是清净寂灭。什么都没有。啊，第四句，本无动摇。我们的现在的心是动的，所有一切万法全是动摇的，叫波动现象，全是在动的。啊，我们的自信不动，叫自信本定。所以你要明心见性，怎样才能见性？你那个念头不动了，就见性了。我们念头在动啊，前念灭，后念生了。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，啊，而且频率非常高。你看，一秒钟2100兆次，就在现前，我们毫无感觉。啊，这一桩事情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。啊，他发现的是心理现象、物理现象，都是从高频率所产生的幻想。啊，不是真的，它是生灭法。生生不住啊！确实，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，电视的画面，一秒钟100次的生命，一秒钟100次的生命，我们就看不出来。没有感觉到它在生灭。我们现实的环境是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。过去没人能知道，知道的人也说不出来，说出来也没人相信。啊，他被近代的量子力学家，就是最近的20-30年，这个谜才揭穿了。啊，我看的报告是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的报告。啊，这个人是爱因斯坦的老师。他一生专门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啊，算是上天不负苦心人，这个秘密被他揭穿了。
很了不起啊！揭穿之后才知道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，物质现象真的像梦境，真的像电视屏幕，全是假的啊！这个东西不能说它有，不能说它无，它有这个幻象。怎么不能说它有呢？它根本不能存在。诸位想想，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，它怎么存在？我们起个念头，就算是一弹指，这个念头已经有320兆次的生命啊，320兆啊，这一弹指不是一秒钟啊，啊，一秒钟要成七，这些事实真相我们要常常想着。为什么？我们对世间一切法不再有贪念了，那个贪念是一场空啊！啊，自自然然会做一个很规矩的人，很有道德的人。那为什么呢？随顺心得了，不随顺烦恼了。烦恼是什么？贪嗔痴慢。那个是烦恼，不随顺烦恼，而随顺佛陀教诲。啊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啊，不慢，不怀疑。啊，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五伦、五常、四维八德，你自自然然做到啊。为什么？那是你的本性啊。那真心其用跟伦理道德完全相应，跟佛陀教诲啊，戒定慧三学也完全相应，那叫真理。真理永恒不变，就是本经讲的真实之际，永远不变的啊，觉悟就成佛了，成佛思想行为跟佛完全一样，没有差别。啊，我们接着看下面，极乐一真，极乐世界，依报是环境，正报是佛跟菩萨，真是智慧之流现的。啊，我们在六道里头，六道里面的一真，我们的依报就是今天的地球。我们的正报得的是身体啊，这是什么流现呢？这不是智慧，是烦恼习气的流现啊。那修行我们就明白了，修什么？把烦恼习气放下，智慧现前，就成功了。六道是烦恼变现的，如果智慧现前，六道就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像做梦醒过来了，梦中境界痕迹都找不到，这是真的
啊，我们现在都在做梦啊。佛给我们讲这些道理，就是告诉我们，这都是梦中境界。明白了，知道梦中境界了，一丝毫都不沾染了。为什么？假的嘛，不是真的嘛。那可是我们真心会流露出来，那什么叫大慈大悲啊？大慈大悲最重要的一桩大事情，帮助别人觉悟，我觉悟了，我搞明白了，他没觉悟，那个也没觉悟，啊，帮助他们，啊，佛是平等，没有分别执着，帮助一切众生，啊，无条件帮助一切众生，可是众生要有缘。什么叫有缘呢？肯接受，能听懂，肯接受，这就是有缘众生。啊，有缘众生呢，肯呐，没有缘的不肯呐。啊，有缘接受，缘成熟的人。他就全盘接受，那他一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去了。啊，接受一半，还有一半不能接受，也难得给他种善根。啊，他这一生出不了轮回，希望来生呢，再得人生呢，继续再学习。啊，这有这个可能，所以从智慧流现的一切真实，故能会以真实之理。啊，所以真正能够，这也给我们说明，啊，真正能够给众生真实的利益。自己必须一切真实，不能一切真实，你怎么能给真实的利益了给别人？啊，这一切真实很重要。一切真实从哪来的？全从智慧来的。啊，要把情执放下。把贪嗔痴慢放下，把七情五欲放下，然后现出来的就是一切真实。无为法身就是实相，实相就是真实相。这个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啊，无为法身是西方极乐世界四土里头最圆满、最究竟的常寂光净土。啊，学佛终极的目标是回归常寂光。啊，这个时候。你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，现象是什么？一片光明，啊，像我们这个房间，有十几盏灯，灯打开都放光，光跟光融在一起，啊，所以到这个地方完全平等了，没有古佛现在佛位没有，进去之后光跟光融在一片，这长久光。啊，这叫大圆满。你看一切诸佛，他所修的
功德。啊，我们自己所修的功德能入进去，跟他们的功德交叉，完全融在一片，就变成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相好。啊，圆圆满满，一丝毫不欠缺。啊，跟极乐世界有缘，哪些有缘？去往生的这些人，还没有证得究竟圆满。啊，所以你跟这些人有缘呢，自自然然你就到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里面去现身，帮助他们成就，啊，帮助他们快速向上提升。啊，而且到了那个个都有神通，无量界前我们有什么关系，全都明白了。啊，真正是我们所谓的相亲相爱啊，一团和睦啊。啊，人人所得的是清净平等觉悟。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，你首先要知道，极乐世界升到那边去之后，你所认识的人就太多太多了。无量界之前，啊，你的家亲眷属、同参好友、念佛，升到极乐世界，全都见面了，所以不寂寞。在这个地球上，虽然是至亲好友啊，有时候还见不到一次面，一年难得见一两次面，到极乐世界天天见面，啊，可以要到结伴呢，一起去帮助有缘的众生，这个众生跟我有缘，跟你也有缘，我们两个就一道去了。啊，像释迦牟尼佛跟这个地球上有缘众生他来了，还有很多跟这个地球上有缘的菩萨阿罗汉跟着来了，这就是他的僧团。啊，我们打开经典1255人，啊，那就都是跟有缘的全部一起来了。啊，跟哪一个人缘最深的，他来唱主角。啊，信佛身。啊，那么其他缘差一点的呢，啊，信菩萨身，信罗汉身。啊，还有信护法的，国王大臣、长者居士，什么样的身都信呢。啊，是在这个地方开法会呀。啊，唱这一台戏啊，唱成功啊，让这些听众统统觉悟了，啊，统统回头向善了，这目的就达到了。啊，法界虚空界，广大没有边际，啊，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。全是我们有缘同学现在居住的所在。我们会想到极乐世界太热闹了，没错，是非常热闹，你意想不到，但是个个人心清净，都没有把这事情放在心上，这个了不起啊！舞台表演，每一个表演人都知道这是假戏，不要这个，不要当真，他就自在了。啊，普度众生，自己没有丝毫染著，
我们这个世界不幸啊，度众生有染污啊，有时候染污回不了头来，自己陷下去了，那就很可惜了啊。所以教化众生要有定功，要看破，要放下啊。没有看破，没有放下，别干这个事情啊。先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回来再干啊，回来就不会染污了。真实利益无为法身说，故要戒云：念老用要戒这一段作为这个地方的总结，能说所说，能说是49年所说的十二部经啊，三藏十二部所说的就是这部经典，现在我们称它做大藏经啊。能度所度，能度是释迦世尊这一些菩萨罗汉祖师大德，所度呢这些六道众生，也包括了声闻缘觉。人心所现这个范围大幅度的缩小了，人心能相信这部经上所说的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信阿弥陀佛曾经发48愿，愿愿戒引一切有缘众生，所信就是这一部经典啊，这部经典所说的道理，所说的事实真相，所说的方法啊，所说的无量殊胜庄严，你都能够相信啊。这是我所信的啊，人心所信，能愿所愿，能愿是自己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啊，所愿的是我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在极乐世界所有一切障缘都没有了啊，一生决定成佛啊，成佛之后得大自在你要问我，我成佛了以后我怎么样做，我告诉同学，我成佛了之后我也不离开极乐世界，我把极乐世界当作老家，把极乐世界当作我的根据地，那我们永远支持阿弥陀佛，虽然跟阿弥陀佛真的一样，还是请他出来领导啊，我们在当中协助戒引教化
每一天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一些小菩萨们，这些人数啊，无量无边的，极乐世界无量大了，无限大。啊，极乐世界在哪里？没有离开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在极乐世界里头啊。极乐世界没有边际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啊，极乐世界真的是奇妙到极处了。能持所持，持就是学习，永远不断的在学习。我们今天能持的是一句佛号，啊，能持的是心啊，啊，是真心；所持的是一句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能生所生。能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这是能生，是我们自己愿心所生的，是极乐世界。能赞所赞，能赞我们在经上看到了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赞的西方世界一真庄严，这些无非实相。真因之所因，每一桩事情，每一件事情，都是实相啊！实相就是前面所讲的真实之极，无为发生。啊，正因，这是比喻。啊，所因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。啊，一起从西方世界流出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可见入此门中啊。业业皆入实相，故所会真实之力莫过于此。这一句要记住，你能够入此门中，这个门是净宗法门。净宗法门代表的就是极乐世界，你入这个法门，七要界所说的能说所说，能度所度，能信所信，能愿所愿，能持所持，能生所生，能赞所赞，全是实相。真实的利益没有超过这一门的啊！我们讲一切经、一切修行的方法啊，法八万四千法门，讲真实的利益，无量寿经第一，没有能超过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要想修集功德，怎么修？老实念佛就修了。啊，修什么样的功德也没有老实念佛的功德大，也没有老实念佛的功德多。为什么不念佛？为什么就大妄想？
啊，你贪图世间金银财宝，你不知道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这些金银财宝干什么的？铺马路的，建筑材料。我们这里用钢筋水泥，人家用珍珠玛瑙，啊，黄金铺马路，啊，此地用的是白油，极乐世界是黄金铺路的，你就知道极乐世界多富有。我们怎么能比呀？啊，但是我们可以得到啊！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就得到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为什么不去？我从前几年啊，85岁，我回头了，真回头了，所有法门都放下了，不再看了啊，全部精神就用在这一部经上啊，每天读的就是这部经，学习的是这部经啊，帮助同学的也是这部经。啊，有几个地方想办汉学院，汉学院里都有儒释道。啊，我很欢喜，我说如果我还有精神有体力，我来讲无量寿经，其他的不讲。啊，为什么？真是利益了，莫过于此啊！你懂得这句话就明白了。请看下面一段：稀有难知啊，只是遇到啊。请看经文。难知难见，如有昙花，稀有出现，如今所问，多所扰矣。这释迦牟尼佛讲的话，要知道佛说的句句是真话，啊，不是形容的，不是赞叹的，是实话。实话实说啊，难知难见，如幽昙花稀有出现，知是遇到啊，会说曰佛法难闻，故云难知，佛身难读，故言难见。大乘经上常说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提醒我们要我们珍惜这一次的缘分，太不容易得到了。啊，人间寿命短促，不长啊！六道三途的寿命长，天道的寿命也长，啊，畜生道的寿命还是很长，很多人不知道。
畜生是论次数的，你堕到畜生道了，你变成一只鸡，要做多少次呢？要做几十次，或者是几百次，也就是这个鸡被人杀了吃了，还是投鸡胎，又变成一些小鸡，它论次数的，出生到论次数的，越是小动物越多。不容易出来啊。学佛的人堕到卧道里比较容易出来。为什么呢？三卧道里头也有佛菩萨在那边教诲。都是叫过去在人间曾经闻过佛法修行的人。他要遇到佛菩萨，他就离开畜生道，离开恶鬼道，甚至离开地狱道。很难呐！要多少劫？也许你遇到一次到人间来的机会，那么来的时候，这人间有没有佛法？不一定呐。释迦牟尼佛出现，在三千年前这个时间没佛法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一万两千年。一万两千年之后，这个时间也没佛法。你要正好遇到在有佛法的这个年代，那么见佛更不容易。见佛要跟佛同时间、时代、同地方出生，你才能遇到，你才能见到。难见。我们这个地球凡圣同居土，现在地球上没有佛，有菩萨，有菩萨要特别的缘分，没有缘分见不到。文殊菩萨在五台山几个人见过，我们晓得虚云老和尚见过，见到的时候不知道虚老和尚47岁的时候发心朝五台山，他从普陀三步一拜，拜到五台山，多少时间呢？3年多。在路上曾经2次生病，都在旷野，没有村庄，没有人的地方生病，遇到一个乞丐，这个乞丐救了他，2次都是这个乞丐救他，乞丐陪他住1个多月，不是1天2天的，一次大概是半个月的样子，2次合起来1个多月，救命恩人很感激，向乞丐请教尊姓大名，他说他叫文吉，文章的文，吉祥的吉。叫文吉，问他住在哪里，他说我就住在五台山。你到五台山去问了，大家都知道我。
病好了，他还去三步一拜啊。这个要饭的走了，也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啊。到五台山之后，到处打听，你们晓不晓得文吉这个人？没有人知道。啊，到寺庙了，拜了文殊菩萨，向大众请教，这出家人请教。路上两次生病，都是文吉这个乞丐救了我。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文吉是什么人？里面的和尚就告诉他，文殊菩萨，他就恍然大悟，跟文殊菩萨住了两次一个多月时间，不知道啊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佛菩萨都知道。啊，真心修行，遇到苦难，佛菩萨会来帮助你。啊，但是你自己不晓得。啊，到你知道的时候，后悔莫及。啊，我们学佛有很多疑难问题，没有地方去问，你看不是正好机会呀？啊，但是我们没有提出问题，他也不讲开示。啊，所以难见。啊，幽昙话也翻译为灵瑞话，是此叶花叶了像梨，果大了如犬，其味甘，无花而结籽，叶由花而难止。啊，这个话，佛经上记载，圣人菩萨出世，佛菩萨出世，会有这个话出现。啊，很难得了见到。花开的时间不长，所以变成非常稀有。啊，那么佛经上记载的很多。啊，像涅槃经上这个也说，有尊殊王，名幽昙波，有实无华。啊，他结果没见到他开花。若精华生者，实乃有福。佛出现的时候，这个树开金色的花。啊，又文殊现宝藏经，无佛事，有舌无华。啊，没有人看见他开花，但他结果。啊，又出药经里的说，数千万劫，时时乃出，全身见化了，位于如来将出。如来还没出。啊，将要来。现身说法，众生就能见到这个话。那么居上度经可知，此话稀有难逢，于有佛事方式出现，故以喻用它来做比喻，佛之真实教法，难知难遇。真不容易。人一生遇到佛法，太幸运了。啊，真的叫无比的幸运呢。无量界当中
难得遇到一次，怎么就会被你碰到了？我们虽然没有遇到人佛的真身，还在佛法运当中啊，虽然正法相法过去了，末法一万年，我们遇到是末法第一个一千年末尾，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，我们在这个时候遇到了，啊，遇到了，要相信，不能怀疑。这个相信是大善根、大福德。你为什么会相信？过去生中曾经修过佛，没有真正修行的，还在六道各轮回，啊，那么这一生遇到佛法还是各有轮回，但是种了善根。遇到净宗，遇到念佛法门，你这一生可以永远离开六道轮回，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去了。这个机会真正是无比的稀有啊，太难得了啊。啊，希望我们绝不能把这个机会失掉。我们的缘分无比殊胜稀有，为什么？这一部汇集本的无量寿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完成的，集结完成。啊，夏莲居老居士用了10年的时间汇集这一部经典《无量寿经》，就见圆满的善本。啊，这部经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说，不是一次，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，不同的版本里面内容很多不一样。啊，这要靠后人来做汇集工作。啊，从过去宋朝开始有王龙书的汇集，有魏默生的汇集，啊，魏默生是清朝咸丰年间人，啊，有彭绍升，彭绍升是乾隆时候的借本，啊，他不是汇集，他是借本删借。啊，那么原译本有五种不同的版本，夏莲居这个本子是最后是最圆满的。无量寿经中文有9种不同版本，这一本最好。啊，我们上一代的出家在家的大德，许许多多的人没有见到。这是战争结束之后才流通出来的。啊，所以我们遇到了啊。稀有难逢啊。
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更难了。啊，他是80年代才完成的。啊，我跟他就有特别缘分。那个时候我住在美国，啊，他到美国去弘法，在美国一个月，他一生只去过一次，我们遇到了。啊，当时这个注解是初稿，用油印，大概印了70本，带了一套到美国，就送给我了。啊，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，我问他，你有没有版权？他说，你问这什么意思？我说，没有版权我拿到台湾就翻译，有版权我也尊重你。那他说没有啊，非常欢喜啊，要我给他写篇序文啊，要我给他提封面，我都照办了啊。从这个认识之后，我每年到北京去看他，我们一见如故啊。在那个时代，在海外讲这个经的，讲这个本子只有我一个，在国内讲这个本子也就他一个啊，我们两个碰头了啊。以后又修改过几次，就是现在的本子，在定本啊，定本之后，他老人家一天念14万声佛号，念了半年，他往生了，给我们做榜样啊！啊，最后是念佛求生净土啊！这个老人不简单。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，大善之识啊！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，他临走的时候，禅放下了，密放下了，教是早就放下了，给我们做榜样。啊，念佛往生是真的，有把握了，其他的法门没把握。华严法华一生成佛，没有看到成佛的人，净宗往生到处都是啊，古今中外不胜枚举啊，说明这真的啊！先前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榜样真实不虚，他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112岁往生，走的时候自在，不要人助念。他说，助念是没有信心，我不需要助念，我自己说走就走了，真的啊，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。他的母亲84岁念佛往生，也做了一个好榜样，在家居士，往生不要生病啊！啊，生病很苦啊！
说走就走了。啊，海贤的母亲84岁那一年，回老家，本来住在寺庙里，他也坚决要回老家。海贤老上劝他，他不听，只好陪老人回老家。他叫他把他的女儿侄女都找来，啊，找来干什么？往生表演给大家看。啊，往生前亲自下厨房包饺子，啊，大家在一起吃饭，欢欢喜喜。吃完之后，他双腿一盘，坐在椅子上，告诉大家：“我走了。”就真走了。第一句话就真走了，是叫他家里亲人看见，念佛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是度他家里的人啊，你看多自在啊！走之前下厨房包饺子，欢欢喜喜吃了一餐，吃完之后走了，多潇洒，多自在啊！更奇怪的是，那个时候海贤老和尚的生活非常艰难，只有用薄板钉一个棺材给他母亲埋葬了。老和尚总是感觉到对不起母亲啊，但是没有办法。8年之后环境好转，老和尚想给妈妈改葬啊，立碑做个纪念啊，把坟墓挖开，棺材打开，人没有了，一直到现在都不晓得他妈妈哪去了啊。棺材里面是空的，只有几颗钉棺材的钉子，人不见了。是不是菩萨在实现啊？过去有一个例子，大摩祖师啊，大摩祖师往生啊，也是人家把他埋葬了3个月之后，有人从西域回来，西域现在的新疆啊，这回来这个人说，他在路上遇到大摩祖师啊，大摩祖师穿一只脚穿鞋子，穿草鞋，另外一只脚赤脚。别人听了奇怪呀，他已往生了3个月了，都埋起来了，哪有这回事情？那时人说是真的，说真看的，不是假的。好，我们去坟墓上，把坟墓打开，棺材一打开，果然人没有了，有一只草鞋。这说的没错，啊，他一直就穿草鞋，一直就没穿草鞋。那一只草鞋在棺材里头，给这个人做证明，他看到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海贤老和尚的母亲应该不是凡人，他知道什么时候走，走得那么潇洒，走了以后尸体没有。
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那是不是佛菩萨罗汉来现身？这很难说。那么极乐世界三种庄严都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成就，啊，六舌就是一法具，一法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啊，真实之际者无为法身也，啊，就是常寂光净土啊，极乐一真，真实智慧之流现，一切真实，故能会以真实之力，无为法身就是实相，啊，所以欧耶大师要解给我们说得非常好。我们看看海贤老上给我们表法作证了，真真是稀有难逢啊！啊，我们遇到海贤老和尚，虽然没见面，去年往生的，啊，去年一月。啊，他的一些弟子还在整理他的一些资料，准备出版。啊，我们希望能知道，多知道一些。啊，那么这是，都是说明，遇到佛法，遇到佛菩萨是稀有难逢的大事情啊。那么今应阿难之问，开世尊之本怀，世尊释迦牟尼佛本怀就是帮助一切众生早一天成佛，越快越好。有没有这个方法呢？有，无量法门里头只有这一门啊，这一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啊，显弥陀之宏愿。这个法门是弥陀四十八愿建立的，四十八愿愿愿真实啊，愿愿都是真实智慧，都是真实之己啊，真实的利益，每一愿都有着三种真实啊，所以呢，将此真实之法了。和盘托出，后面完全托出来了，再没有剩下来的。那普利群生的，那普遍利益一切有缘的众生，那没有缘的，我们要帮助他结缘。用什么方法结缘呢？我们念佛他听进去了，一粒耳根永为道中，他听见阿赖耶识里有阿弥陀佛，来生后世再遇到缘呢，这个芽就会长出来，就会生长出来。那我们今天遇到了能够相信不怀疑，能够接受，能够依教奉行过去三种
生生世世都结了这个缘。啊，这个缘要不深，你怎么肯相信？你怎么会欢喜？啊，听到阿弥陀佛，见到阿弥陀佛的像，啊，能生欢喜心，都是过去生中有缘众生。啊，没有缘的，这个声音让他听见，像让他看到，众善根。啊，都是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。所以世尊赞叹阿难说，如今所问多所饶矣。啊，今天在这一会上你请问啊，佛为大家说出这一部无量寿经，利益无量无边的，利益太大了。啊，一直到释迦牟尼佛末法，最后这一部经才消失。啊，一切佛经在世间消失，这个是最后一部。我们相信，最后一部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本子。啊，能够见到这部经。啊，能够听到这部经，听到一句，听到一句佛号，功德都不可思议。我们看下面那个，法报德用，法身报身，啊，无量功德，它所起的作用，这里分三小库。第一个效果，般若的啊，觉知难量啊，知是智慧，觉是觉悟。我们看经文，阿难当知，如来正觉，其知难量，无有障碍。请看注解，正觉者，正悟一切诸法之真正觉知，即如来之实知，故成佛就叫做成正觉。是真实，是正面啊，证悟一切诸法，佛法符合科学所讲的原则啊，科学家所求的真实在要有证明啊，佛法也是讲的，信、解、行、正。你真正证得了，这是你自己的；你没有证得了，你所学的是释迦牟尼佛的，是别人，不是自己。啊，所以学佛的，它有四个阶段。啊，第一个要相信。为什么不相信啊？你就不肯学了。所以信是入门，决定不能怀疑。啊，你带着疑惑来修学，你不能信，不能证。啊，顶多呢是戒。啊，学习经教，
啊，听闻经教，读诵经教，把佛所讲的东西搞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未必相信。那么真实的利益得不到，只种了善根。啊，必须要相信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为什么？佛教人不妄语，哪有自己妄语的道理？啊，自己说话不老实，你讲佛经没人相信。啊，所以自己要把三规五戒十善做出来，别人相信你了。啊，三规是佛法僧，我们开经时候念三规一，皈依佛是居而不迷，皈依法是正而不邪，皈依僧是静而不染，这是佛法的学习总纲领、总原则。啊，我们告诉我们，我们从迷惑颠倒回归自信就，从错误的之间、邪知邪见回过头来，以正知正见；从染污回过头来，以清净心。这叫皈依三宝啊！啊，这个自信觉、自信正、自信清净，就是真实之己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上我们学习的真实之己，是真心，是本性的。啊，本性觉是知德。正是行德，啊，净是自信清净心，所以完全回归自信，真正的觉知，啊，我们要相信。我们要理解，搞清楚，搞明白，为什么断疑生信，没有怀疑了，要正感，相信之后我就正感，啊，正感之后就能真的，真正体会到了，啊，体会到，心要清净才能体会。心是染污的，没有办法体会。啊，一定要先求清净，清净心就是定。啊，定就是放下染污，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。啊，这些东西都放下了，心地清净平等，哎，它起作用就是求。智慧出来了，这叫真啊！啊，证悟一切法的真实、真正的觉知，啊，这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。啊，所以成佛也叫成正觉。啊，成正觉就是成佛。如净隐所曰，如来真觉总举佛智，啊，这一句总的举出佛所证得的智慧，可见
如来正觉四字，全表佛智，此智甚深，故曰难量。啊，这个智是真的。无法想象，啊，经上常讲，不可思议。思是思想，你没办法想，为什么想不到？议是议论，是讨论，是来说明，也说不，没有办法说明。啊，只能够意会，不能够言传。你要是正德了，遇到正德的人，你们两个可以能够会通啊，但是别人不知道。就像五祖跟六祖，六祖开悟了，说出这五句话，五祖就给他印证，一点都不错，衣钵就传给他了。啊，那么他是听经开悟的，听金刚经，金刚经没讲完，大概讲到三分之一，因为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啊，五祖讲金刚经。一定是讲大意，他不需要用经本的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豁然大悟。啊，说出这五句话，五祖说行了，啊，给他印证，你一点错误都没有，你拨给他，他接第六代祖师。啊，由于时间因缘不一样，叫他去避难，会有人找麻烦。一般人不服啊！啊，他的声望、地位不够，不如神秀法师。啊，神秀法师亲近祖师不少年了，许多见老和尚，老和尚宾语客人太多了，大部分都是神秀代表老和尚接见，所以每个人心目当中都认为第六代祖师一定是神秀，怎么会是慧能？所以大家不服气，唐代盛世啊，佛法鼎盛，还有这个麻烦，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啊。啊，不难明了，明了之后心开意解，就是什么，这是正常现象。他在猎人队躲了15年才出来，啊，出来之后禅宗大放光明啊！啊，在能大师麾下明心见性大彻大悟40多人，啊，过去都是单传一个传一个，传了5代，到慧能大师，啊，传了40多个人，啊，在中国佛教史里头空前绝后。能大师以前没有这个现象，能大师之后也没有，传2-3个的有，啊，传40几个没有了。这就是
不可思议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它，也没有办法去说明啊，这明心见性完全是一心一心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